喂，大家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去接许师傅，今天我们去钓鱼，想吃鱼了。早啊，许师傅。早啊。快跟大家解释解释你这个腿怎么回事。是。动作不标准。扭到了。打羽毛球的时候。打羽毛球竟然骨裂了。看我这出息吧。出息。你这打羽毛球这是太用力了。今天跑这个New Brighton 这个海滩，因为许哥的腿脚没办法去那个 Taylor Mistake 了。哦，去不了了，下不了山了。今天没事，跟这儿一样钓。一样。就我们的技术跟哪儿都一样。那必须没问题。跟土地上都能钓上来。从家里都能钓上来。对，冰箱里。下回去那什么，去海鲜市场。啊，对。人家出摊儿，我们俩得把杆甩人家。对。就开始钓，钓上来就跑。跟他说好了，谁钓上来是谁的啊？对，这身残志坚，今天题目就是身残志坚，为了吃口我来了，为了吃口鱼。今天钓鱼的不是特别多，看来已经有人钓上来了，处理的鱼，你看全鱼鳞，人都钓上了。一会儿上鱼，有咬吗？有，刚才有。有咬了？刚才有。刚才放出去了260米，坐等上鱼了。260米再钓上来鱼，你可别说这大话。那扇过多少回脸了？你拿玩，你感受一下。不是这什么感觉呢？你感受一下有没有咬？要有咬的话，你能感觉到？能感，你有感觉到有咬了吗？嘣嘣嘣嘣嘣。你收一点，可以再收一点，能感觉到它托底了。哦，对，那个是那个。哎，现在有，有咬是吧？有这感觉。有咬啊，挺清晰的。哎，你俩那什么了？你俩得我低点吧。你得去那边。你得上我这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换一下，来。你得去。别！哦，对。看我。看啥鱼？看我。哦，那是真。不知道。看见。哦，看见了。哦，是。不小。倍儿大一条，哎。倍儿大一条。倍儿大。我觉得倍儿大。倍儿大一条，哇！哎呦 ，Thank you， nice， 太牛了，好大呀！加油啊，许哥，人都中鱼了。看来有你们有机会了。很漂亮的鱼。
nice fish. Good to see Kangaroo still supplying the old mighty carway. Oh, yeah. 太牛了。我直接就收了。就直接收拾了，直接收拾可以回去就可以吃了。我内脏直接扔海里了。对啊。给大家看，这么多条，就在我们旁边钓。然后结果我们就没有，咋整啊，许哥？咱俩配合，配合咱俩配合的鱼，配合挺默契。鱼和鱼的配合不默契，和鱼震慑力太强，没办法，气场太大，半天不上鱼，不敢吃我们的食。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，我要看半天，然后等你这上。再见，今儿费劲，好嘞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放学了，现在天天不睡觉，现在天天就是玩。这开心的。那上来点菜，你要吃什么？这挺像样的，像能看得懂似的。你要看哪个呢？你要吃哪个？这台有图片吗？没有图片。没有图片看不懂。来，放这。鱼肉粥。给。啊，鸡煲。你要吗？哦，虾饺，榴莲酥。要什么？吃什么？榴莲酥。别烫了。没事，给吹吹，打开吹吹。吹一吹。他要吃榴莲酥。好吃吗？啊，味道好极了！哎、爱吃榴莲。会咬到自己，我擦擦就行。Open 姐姐。嗯，对，你 open 了，你 open 了。现在说话一半是中文，一半英文。嗯。不知道呀，啥事说中文，啥事说英文。对。所以说现在我们跟他说什么事就是先说一遍中文，他听不懂，再试一下英文，看他能不能听懂。还要吗？不要了。finish 了吗？ finish 了。还要吗？还要呀。还要。这虾饺，这么大虾饺，这么大虾饺，他吃了俩了已经，还要啊？对啊，这是第三个吗？妈妈帮你吗？咱们一个没吃。嗯。这小人吃了仨。你能吃俩？费劲。没有，啃俩肯定能吃俩，真是。你能吃仨吗？对，我还吃其他的呀。嗯，他也吃其他，他还吃了一个榴莲酥呢。吃吧。那儿你还要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自己拿。最后一个。那儿最后一个了哈。全给吃了，我们俩一个也没吃。大家看这虾饺真，这虾饺真不小哎。帮忙吗？帮忙。好，你放着，妈妈打开好吗？放在这好吗？妈妈快点打开，我自己打开了。嗯。你分别吃了吗 ？No。还要吃？还要吃。吃完就直接咬，多四个虾饺，两个榴莲酥。
上去吧。那我上去呢。嗯。那我下去呢。对，上去了，上去吧。对，那虾饺里面全是虾肉。对。然后虾皮他也吃，不是那个虾饺皮他也吃。happy 呢？又 happy 呢？当然 happy 了。happy 的。OK，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我们要积极的正能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